有谁能听见我心里小小的火光，任它熄灭却还汹涌，想哭泣却没有声音，静静看镜子里的形状，我知道你能够去任何地方，但却还是停留。想问你，你过得好吗？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我明白一切终究要结束，但为何还是会烦恼？绝对话那个人